我回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东西整得我很迫切。什么整得我这么迫切的？我生日也要放一个 video 出来。来，我们一起讲。那昨天哈，我很久没有洗舌了，应该有两三个月吧。那我的舌就很肮脏，那我就那时候我就去带了我车去 polish 啦，啊，去洗啦，就去 wax 一下，哦，美美的，big b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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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边的 ，OK。那我就很开心啊，对吗？所以我就约了我朋友去唱 K 咯，去哪里唱 K 呢？去数吧，那个 SS 15那个 loudspeaker 去唱 K。你知道书房就很难找到位置 park 的嘛，对对吗？对。那我就看到 ，Oh my God！ 我就看到了一个 empty space， 但是我就看上面，就看到有一个鼠，那个鼠吼很鸡掰多鸟的，所以我就很怕，因为我刚刚洗车嘛，我就怕有那个鸟塞在我车咯。那时候都很晚了，应该那种鸟就回去那个树那边睡觉了的。那我就看，哎，我很好奇哦，就没有一条鸟都没有在那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很快，也就没有叽叽叽这样，我就 OK 咯，我就觉得啊，应该他们就不知道 migrate 了去哪一个树了。那我就把我的车咯，我就跟我朋友讲，哎呀，应该没有什么的，我们就去唱 K 咯。应该大概一点多，我们出来唱 K 了，出来唱完了，那我就去我的车的时候，我就听到叽叽叽你的头啊。那我就看到那种喵咯，那种喵喵在那边咯。那我就很怕，我就跟我朋友讲，喂，你觉得我的车有撞到尿塞吗？他就讲应该没有的啦。那我就去看咯，就走鸡掰，你看我看到什么鬼。那我就很生气，我就跟那个喵讲，鸡掰，你十点多你不会回来的哦，现在你们有 curfew 啦，有什么十二点都要回来啦，现在一点多你就尿到我全度的那个车都是你的塞。那我就在那边想，为什么你们不要早一点回来，我就知道有尿在那边，我就不会抱我车那边了。哦，我就想到了，因为 Asia Cafe 要关了，他们要回，他们要去那个 reminiscing 他们的那个 memory 在那边，所以他们飞过去喝茶咯，然后他们一点多才回来咯，然后就撞到我车全部都是尿塞咯。最后的是哦， SS15 应该不要叫 SS15 了，他们应该叫什么呢？BS 高高，你们知道什么是 BS 高高吗？ Bird shit 高高 everywhere。